天水圍17歲女生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，政府宣布夜晚8點起將天水圍、天盛苑 P 座、盛裕閣列為受限區域，在內嘅人士需要留喺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，直至受限區域內所有已識別嘅受檢人士完成檢測，先至可以離開處所。政府目標喺朝早約7點左右完成今次嘅行動。